天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门。愿我们的天主祝福的根源赐予你们恩宠及平安，也是愿你。天主，您是所有生命的主宰，你认识我们每一个人，以智慧指引光照我们的生命，我们求您特别祝福为栾英老师及他胎中的婴儿。好，请。现在我们请一起聆听这一篇圣经，读一段圣经，恭读圣路加福音。玛利亚就在那几日起身，急速往山区去，到了犹大的一座城。他进了撒加利亚的家，就给伊撒伯尔请安。伊撒伯尔一听到玛利亚请安，胎儿就在他的腹中欢悦。伊撒伯尔被充满了圣神，大声呼喊说：“在女人中你是蒙祝福的，你的胎儿也是蒙祝福的。我的母亲驾临到我这里，这是我哪里得来的福气呢？”那信了由上主传于他的话必要完成的是有福的。玛利亚遂说：“我的灵魂颂扬上主，我的心神欢悦于我的天主，我的救主。”以上是天主的圣名。是。好，请坐。我们请神父给我们讲几句话。主妈妈，各位文明老师，我们的校长，各位老师，各位亲爱的同学，在这个复活节以后，我们举行这一个为新生命的祈福礼，可以说非常有意义。在中华文化的传统里面，我们说天之大德也深，天最大的一个德能，最大的一个能力，就是生生不息的生。那么在圣经上，天主创造人，就在天主创造其他东西布置好了以后，在一切之上最后创造人，而且天主说要按照他的肖像创造了人。创造人以后，天主特别祝福人，他没有祝福别的东西，还是祝福人，要人生育繁殖，充满大地，同时要人管理天上的飞鸟、地上的走兽，还有一个鱼，多主人就管辖。但是最重要的是人，所以我们中国文化说人为万物之灵，但是这个万物之灵是天主的肖像，或他不断的这个生生不息的生命是天主的降福，天主降福人。生育繁殖。那今天我们听到一段圣经《路加福音》我们所读这个圣经前面一点点呢，就是我们正叫做天使报喜，或者叫圣母领报，也就是天使奉天主的差遣到加里勒雅一个小镇里面去，跟玛利亚讲，他说你要怀孕。是天主圣神的能力跟你在一起，你要怀孕生一个孩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不是人的力量，是天主的能力跟你在一起的。那么当玛利亚接受这个消息，她接受了说好，我愿意。这个时候呢，天主圣神就来到她的怀中，她怀孕。小耶稣在他的肚子里面，那么这第一件事情他做的是什么呢？他可能跟别的母亲不一样他先到他的表姐伊莎伯尔那里去，因为天使给他讲，你的表姐伊
地下波罗年纪很大了，但是他现在怀了男孩，已经六个月了啊，六个月，怀孕是很神圣的，也很幸福的。可是我们也了解到，也是有危险性的，尤其是高龄产妇，年纪大了，通常一般来讲，在现在可能是就怀孕六个月了，他去帮助他。而在这个过程，今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美的画面嘛，这很少有的。就是在这个老妇人伊萨波尔肚子里面的婴孩，好高兴跳跃起来了，因为两个婴孩虽然没有看到哥哥妈妈的肚皮，但是他们感受到了另一个生命的存在，尤其是。在伊萨波尔肚子里面的小肉汉啊，他知道是救主耶稣来拜访他，他好高兴，欢喜跳跃，所以这个喜悦的心情，他妈妈也感受到了。我们看到伊萨波尔就很高兴地说了：“我这是哪里来的幸福？我这么有福气啊，是天主的母亲，是救主的母亲到我这里来。”他也了解到玛利亚接受，是因为他接受了天主的话，听天主的话，接受能够实行的，他们做妈妈第一胎，所以我们看到他一个非常虔诚的心愿，跟着刚刚的报告啊，他说的，他这么努力改变他饮食的习惯，生活的习惯，就是为了这个小 baby， 为了爱护他。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生命当中最幸福最美满的时刻，大概不是上了正心或者考了大学，固然这是好的事情，可是我们更需要更重要的是有爱。如果父母不疼爱你，老师不疼爱你，你在正心在台大在任何地方你都不会幸福，不会快乐。就是爱最细微啊，最美妙的，就是在妈妈的肚子里面。我们看小耶稣跟小罗汉在妈妈的肚子里面，已经彼此的感受到对方的存在，那么的喜乐。今天我们也希望，我们相信，魏婉英老师他的小 baby 在肚子里面。听到我们的祝福，听到天主的祝福，也会非常的高兴，非常的喜乐。那我们以这样的一个方式，为老师的婴孩肚子里面的孩子祈福的方式，也是让我们回想起我们自己曾经在妈妈的肚子里面九个月，我们曾经年轻过。可将来有一天我们要为人父母，我们一样要把这生生不息的生命延续下去。也许在这么一个复杂的社会，充满压力的社会，很多人怕生小孩。在今天台湾政府最重大的一个政策就是鼓励我们生小孩。现在大家在想，就是政府想用什么方式、什么样的口号能够出来鼓励我们生小孩？那我们今天以自己的行动，能为魏老师的孩子祈福，希望能够不要怕新生命的诞生，让我们更能够一个好高兴的、喜乐的心情，欢迎新生命，为新生命来祝福。